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我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。哦，今天大涨200点耶，真的没有看错。嗯，神来币还是要上涨。这些资料都是今天的，不要怀疑。我知道你要问我一个问题，老师，你说200点，可是我看到的是这样哎，真的，你没看错，今天指数是这样，绝对是这样。但是啊，这个翻红，这拉尾盘，这收平盘。啊，这个狂拉，啊，这个嘞，波段高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说怎么办？每天大盘解这么清楚，每个人跟我讲本间 K 线实在神准的不得了。啊，可是哦，啊，你怎么标股没半只？今天不要怀疑，大涨200点，看到这些股票真的大涨200点。这个时候神奇的还在这里，请各位看一下。今天大盘的开盘数字，请看23402，今天开盘，昨天10月22号本间 K 线给各位今天的关键价23402哦。昨天10月22号大盘反托走涨 K， 虽然跌7点 ，K 线是红的。那么我依这个形态学，用这个组合来告诉大家，叫做下主线型。因此今天的关键价是23402哦，啊，开盘就23402，这个不是一次了啦，很多次了。每个人说我会算命吗？我真的不会算命，可是我很会算关键价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会算关键价，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吧。我从小到大最好的学科就数学。到大学很好的还是微积分，那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帮助，但是我就真的算出来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关键价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，所以才叫做关键价。那我昨天针对这个大盘跟你怎么讲？我说啊，昨天呢跳空下开，各位都看到对不对？跳空下开，然后呢多方缺口没有补满，虽然昨天是这样打下来，但是这个多方缺口没有补满，反手拉。那我说呢，这个呢，当天又以最高点做手。昨天谁在那边贡献呢？当然是啊，这个海公公哦，跟广伯伯、鸿海跟广达两个强攻。但是昨天扯后腿的呢，就是略逊一筹的，叫做台积电跟联发科。但是由于这两个强拉，所以使得这个指数呢大下来，反手拉抬，哇，中长跌7点。那台积电尾盘呢再好一点点，所以没有跌那么多。那重点来了、啊、我昨天说开高跟开低的走势，那么今天大盘是开低还开高，我们就来看哦。好，今天是开低对不对？那开低看我怎么讲。我昨天说啊，明日就今天嘛，开低需守关键价，否则易追杀，那千万不能跌破这只脚。那问题来了，虚守关键价23402，哎、欸、啊，今天开低就开到这里23402。你不要告诉我会算命，我真的不会算命。但是这个已经很多次了，一点都不差的很多次了。但是重点是在于你会不会运用，在于你会不会选股。一样是这个行情，我解给你听。很多人找不到标股，很多人满手都没标股。我讲过，我从来没有名牌，我都直接停牌。鸿海讲多久？讯星讲多久？华星光，还有。一拳，啊！一拳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别，哎、欸，不要说，哎，10月7号就给你了。来来来，鸿海有没有一天到晚在讲？一拳、一特这三档我有讲过，
你们来索取资料的，有 跟上的，有大赚的，麻烦去做善事。我今天再呼吁一次，有来拿资料的，有赚到这些股票的钱，真的去做善事，不用给我，但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这些股票都爆出来了，容许我再拿一拳给各位看，停在这里。拿136的高点，波段高啊，132.5收盘啊，你随便射飞镖都射得到吧？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所以一样看这个盘，你会不会用？你说我准，你会用 ，OK， 但是不会用很可惜。这个时候我让各位看一下这个，今天开低，虚守关键价，否则一追杀啊，千万不要跌破那个脚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呢，就开在23402，早上这边先杀一波，反扑再失守关键价，从此以后没上去了，有没有？23402跌破，好，停在这，我这支棍子过来，因为都在下面，因为跌破了嘛，追杀，咚下来啊，中场嘞，很不幸，200啊，200，那最多呢还200多的哦，跌到这里哈。那重点来了，今天这根 K 很简单的解释，叫做弱势整理 K， 没有特殊名称。为什么？等会解给你听。最高点来到这里，最低点来到这。那今天呢，谁搞破坏？很简单，20大排行榜都在搞破坏，只有一个海公公红色的。所以各位要帮我掌声鼓励，要为本间 K 线敬礼，因为该讲的我都跟你们讲，该选股也跟你讲，大盘也跟你讲了。那么今天 OTC 上涨，那这个规格知道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反拖走涨，对不对？好，虽然是下跌，但是是红 K， 我都解释过了。我特别交代，多方缺口到了昨天有两日没有补满，昨天岌岌可危，但是没有补满。那今日要补量才会拉中长红啊，问题又出现了。我绝对跳第二张，今天没有补量啊，所以又黑的。你看我解盘一针见血，今天要补量才会拉中长红啊！今天一开始就没什么量啊，所以呢，你看量缩啊就黑的，这个呢没有人可以反驳我啦。追杀早上不是杀到迷迷冒吗？好，那重点来了，这里要拉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根 K 啊，哦哦啦，为什么跟你说叫做整理 K？ 因为今天虽然是黑的跌200点做收，但是今天没有过昨天的高点，因为没有破昨天的低点，所以就在这根线里面走来走去，所以叫整理 K， 好不好？我的解盘是一针见血的，不是告诉你今天跌200点就大阴线，不是哦，这根线看到了哈，那直接看这个量有没有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还好有一件事情啊，大家稍微开心一下，这个洞没有补满三天了。所以呢，这句话给各位，多方缺口三日没有完全补满，所以仍旧为多头控盘，但是多头要加油。解到这边，有没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？本间 K 线好像知道未来，我都跟你讲到前面哦。好，所以我的节目广为流传，谢谢。来，多头还在控盘，但要加油啊，不能松懈哦，松懈明天就被人家拿走了。今天形态叫运出格局，妈妈跟小孩子，妈妈是红色的，小孩子是黑色的。那么关键价明天要改了，23486，记下来。今天跳空开低，但是没有空方缺口，一开盘就是23402。好，我再拿回来，昨天给各位的关键价，你看多神奇啊！但是盘中失守了，跌幅就扩大。那么今天 F4只有红海续强，整体盘面形成量缩，哇，好在补量才会中长红，就今天量缩就黑的，你看哇，这太神奇了。注意了，明日需站上关键价23486，很容易追价买盘拉出红 K， 这点很重要。没有，那就要注意了，否则跌破昨天的低点，昨天红 K 的低点啊，很容易追杀一条路，另外一条路补缺口。就是呢，明天如果开低，你跌破昨天这个脚，一个是直接追杀下来，一个是补满缺口。所以这两条路都不好，当这条然后出现的时候必惨跌，盘就是这样，我已经解给你听了，该怎么规格我都跟你讲，那你就杀盘推演好不好？那没有扫我 QR code 管扫下去，我一样在盘中会分享给大家，到底今天盘怎么样，安不安全或 O 不 OK， 或是要大涨或是要下来，那哪些股票可以睁大眼睛？好，这个时候佩服本间 K 线哦。好，大盘跟谁有关？所以你爸爸爱屋台积电，每次在骂台积电垃圾盘，我说没有他们还真不行，对不对？
跌十五块啊，所以今天这个载浮载沉，但是它还好一条线啊，没有什么失控，一条线 OK 的啦。但是台积电也被我说的准准准的。那一天呢、啊，17号我跟大家报道台积电的法说的状况，结果次日啊，1000多100块，完全在我掌控之中。那一天呢，法说嘛，在这里还是黑的。那我跟大家讲，这里要注意哦，法说会带来好消息。结果嘣，1000多100块，但是收黑的，高空夜星。你看，我没有因为台积电大涨告诉你它还要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它形态叫高空夜星。这种盘谁解得出来？只有本间 K 线。好，结果呢，次日哦，红的，但是留一个缺口，咚下来。那我昨天跟你讲了哦，这种下落一星的做法，上下都有缺口，以补缺口方向论强弱。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？你看，我昨天都已经研判好了啊，今天真的来补缺口，补下面缺口，一毛都不差。这边的缺口就是1055，今天低点就1055，这种盘谁解得出来？下落一星，上下缺口都有，以补缺口方向论强弱啊，今天刚好补下缺口啊，补完了刚好踩到这边缩脚哦，缩了5块钱。所以今天补下缺口收十字，明天非常关键。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？怎么这个盘讲的这样子啊？对啊，所以很多人说啊，老师你画线给大盘走啊，不要这样称呼。我是很客观跟你们讲，该什么规格就什么规格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今天虽然是这样，但是狂拉尾盘，但是强力翻红，再创波段高217块。成名店硬要收平盘，一拳狂喷涨6.5元，还有啊这个星光闪闪的，为什么你没有？讲到这边我就要插播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是你们的要求，我也希望能够让你们能够开心 happy 一点。我上礼拜已经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要求我都收到了啊，不要来捣蛋，我直接给你好不好？直接给你半价，再买一送三。买一送三有什么内容？上礼拜真的感谢台积电这个富爸爸，汇期直接给你买一送三，白金会员的再给你半价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今年汇期都算我的啊，这边你自己把握，我说到做到，就是如此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行情当中啊，除了你看到这些股票，这一档我再讲一遍，当全市场把它遗忘的时候，全新标股一定要有。我昨天解释过，凹洞、滚量、喷出、甩轿、压回、再凹洞、再补量、再喷，这边再喷，这边再喷，这边进行最后的收敛三角形。这种股票缺一个东西，缺量，量直接就喷出来。那我先跟各位透露，这档股票商机来了，钱财就来，拭目以待。要霸占的，要上车的，利用这个时候赶快，你不要来捣蛋，我直接给你要求的买一送三，这样好不好？今晚告马进来。能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；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每天大家听到的，你只要有听到啊，听到一样，只是解读不一样。你只要看到那个什么那个 news 出来啊，都一样啊，只是你解读怎样啊。不然这一篇2个礼拜了，有人就说不相信啊，他盖他的啦，啊，红海就海公公随便他漂流啦。
我就不知道176你在哪里，180你在哪里，190你在哪里，200你在哪里。这个啊，两个礼拜以上的 news 了。当时这个落落长的东西，我只告诉你一个重点：墨西哥要建 GB200 啊，这个我已经解释过，什么叫 GB200？ 不知道来私讯我。特别啊，辉达用这个嘛，那第一个出货给辉达的啊，这个我都讲清楚了。所以我说那么多东西，我只给你重点。那重点我给你融会贯通，融会贯通什么？海公公就是买啦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啊，这个齁是不是放水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价钱不是我编的哦，哦不要说我腰子的，这是 news 出来的哦，鸿海自己说的。好，300，来300，转换每股新台币300，什么东西？公司债定价，要发行多少？7亿美元，10月24号。你看，啊这个300就在这，啊这个内容都不用再解释了。那你说这个，那我不管啦、啊、我是针对，我就一直做鸿海，一直做上来，一直做上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个市场每个人解读不一样，好吧？那从这一篇啊到这个，那我先问你嘛，对啊，啊人家创新高啊，哎呦，啊今天大盘跌200吗？没有，今天涨200哦，为什么？啊最后一手价再买4899张，硬要把它拉红，要买很多。哎，昨天波段高啊，今天又波段高高高啊，天天都在高啊，这边也是波段高，你看波段高，波段高啊，波段高，天天都在高啊，为什么你都没有高？那这边我都解释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都解释过啊，这边都解释过的，好，这个要放假，礼拜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啊，这个哈。我还买在198.5，这个没人敢买。10月14号，上礼拜，光看这个价就好了，199也好，来，199，这个，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8月6号，每个人在骂他，每个骂台股，每个骂鸿海，每个骂广达，每个骂台积电，深不知这是你的机会，我做到了，深不知是你的机会。这天我全跑了，这天节目7月9号，欢迎各位去搜寻，绝对有交代清楚，因为我有卖高点，所以我才有钱可以回来接，我都是一把一把的，整波段在这一天全卖掉，当时就7月9号，这个历史的见证，要来索取表框也可以，好不好？8月5号，懂啊？8月6号，大家都在骂台股，骂说要空头。我说你的机会什么时候爆量30万张？眼睛睁大，告诉你这边收获区，这个我都该讲都讲过了。上补缺口机会大，大家一直说这边跳空没办法补，结果全补满了，还喷喷喷。10月1号还在这对称，还跟你讲有没有两只脚了？结果呢？10月9号，嘣，200，还告诉你中继。11号，嘣，202，14号。我说机会来了，不用追高，来新会员买 NB， 就新会员买新的会员，好不好？新的买啊，啊这边我们旧的都一直买的。10月18，我说这边呢那天暴冲出一半，有没有讲清楚楚的？上礼拜五就这边呢加码单卖掉，母股一定要全保留，我解释很清楚，我做什么事讲很清楚。结果呢22号，嘣，216，真正的赢家风范就像我这样一波到顶。对不对？坚持。我昨天还在讲，有现金或者是有货的，或是没货的，都要来预约同步，因为我短波段要赚，中波段要赚，长波段也要赚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的会员都知道我有订鸿海的买单，对，我都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问题是，从这边到这边，这边，哇，快50块了，这一波过瘾吧？今天最后再讲一次，要霸占的。赶快来，想要卖鸿海的点位也来问我哦，因为有时候要涨，有时候要跌，你卖股票也要卖对，你不要乱卖，买股票要买对，不要帮人家抬轿。今天刚好收红十字，我昨天告诉你什么？中继再涨格局，今天红十字。所以做鸿海找谁都没有用，只有找我，任命33。
讲到鸿海，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。今天有会员穿价成交，穿价成交，穿价五毛，我订250全部成交。如果不是订250的，来跟我讲。今天有到249.5，我一大早就订了，结果后来这边有穿价成交，穿价就收256。新参加的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哦，当天就看到6块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要6块的问题，我是买关键点位，我不是在乎6块或1块，我买关键点位。”就穿价成交，这边有一波249.5，绝对有穿价，所以250绝对买得到，好不好？就拉上去跟我说我好厉害，不但大盘那么准，连那个关键价都设得好好好。讯息我讲过 N 百次，停在这里，我找一张资料过来，我要证明我有做功课。这一坨拉股我都帮你研究好了。鸿海唯一赔值的细光子就是讯息，全力赔值。那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啊，你还是不要，我也没办法。240你在哪里？啊，这边看到最后哈。你这一天我还讲报警处理，你不要把它卖掉吗？不要把它踢走吗？好，看一看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到今天，嘣，怎么这么过瘾？好，28你要吗？这边你要吗？啊，这边最好玩。10月1号跟你讲，注意哦，低调霸占哦。第四季主角 No.1 中指七连黑，增量反转中红，他是谁？我让各位对照下一张。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嘣上去了，谁？讯息。哦，对啊，我都有讲哦。啊，不是涨上去的，突然冒出来哦。这边都有啊，洪家军细光子有没有？哇，讲得一清二楚哎。18号250，然后这边呢，哇，嘣上去的，哇，啊这边收小黑黑，我说没货快补，量缩整理哦。啊，我真的有补哎，今天订250，我今天就订250，穿价有成交，绝对成交。主力都在这边，啊，你就不知道量价结构，听我的就好。本间 K 线这种形态组合，包含量价结构，包含筹码的变化。洪家军的细光子这种啊，准备补量易爆盆。今天没什么量，就这样了。不要忘了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真的涨200点呐、啊，我的股票都这样爆盆。你不要再说今天大盘跌200点，就是涨200。啊，鸿海涨这个涨啊，还有哇，这个涨成这样，来。我是不是应该说大盘涨200点的、啊？这今天的资料哎、欸，这今天呢、欸，10月23号绝对没错，136。10月7号在这105。啊，是不是你们要去做善事，赚到钱了要做善事？啊，这个吼，谢谢。抖一抖啊，再抽这样啊，真的很可爱哈。哎、欸，有跌200点吗？没有哦。做成名店找谁都没有用啊！啊，追高杀低，对不对？我是告诉你老神在在的收获，低调、高调都可以，但是我就霸占。告诉你这个商机来了，对不对？大脚挤爆我家。21号，我说这个啊，黑十字量说次日关键，我没有告诉你他 game over 啊，结果又红。啊，更好玩是，来，今天收这个哇，标准十字，这个叫做波峰十字。还是中继十字，明天非常关键。欢迎你手上有的，或是有现金的，或是有股票的来同步。我明天会再买，还是要全部卖掉？很关键哦。这个线不好看，但是拉下来，这个量没有很大，嘿啊，所以到底哎再拉过来，是波峰十字还是中继十字啊、哦？我现在胜券在握，已经这样了。那到底明天要买要卖？赶快call me，你看我涨最多的都没讲，剩下20秒，我告诉大家，这张股票你为什么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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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有低调收获啊，你都没有，我也没办法收获。日 K 二红，商机来的钱财就来，凹洞滚量喷出。所以呢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最后跟大家讲，一切所有，不用再猜了，这一档好不好？这个赢在起标点、起跑点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方案呢、啊，大家就自己把握了啊、哦。这个方案，然后你的要求我都收到了，那就这样，你不要来捣蛋，我就给你这样的优惠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